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啊，又到了这个金曲妙韵岁月情，今天就是4月13号。首先呢就更正先，因为呢上次我讲下呢就讲起就话我有个之前呢嗰时呢讲返係80年代嘅时候啦，我仲係黄毛小子嘅时候呢，有个我喜欢嘅女仔，佢呢就同嗰、那个差人拍拖，其实唔係佢，係佢嘅家姐先啱。我后尾諗返起即係轉頭諗翻起先記起呢件事嚇，咁啊，咁啊其實冇咩人知嘅，除咗我之外冇人知嘅，咁啊做唔做呢個更正都得嘅，不過做下更正啦，費事俾人誤會啦，係咪先 ？OK， 咁咧就今個禮拜咧都發生咗幾多事啊？咁我哋首先講一件點唱事宜先。咁啊有位喺美國住嘅觀眾啦，呢位咧叫做 Alan Pack 啊，之前咧都佢都點過歌嘅，咁咧就。The House of Rising Sun 啦嚇，咁佢今次咧又想點歌，呢位阿柏先生嚇 ，PAK 啊，咁佢就話咧有時間咧幫我點一隻歌，佢話點解咧點唱俾 MIHK 嘅海外聽眾啊，即係海外觀眾啦嚇，咁啊順便咧送埋俾佢個5歲嘅女，咁佢喺咧美國住啦嚇，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 New York 啊嗰邊嘅嚇。佢話其實咧，佢係有感而發嘅。點解咧？佢話最近見到咧，加州一位亞裔女子啊，俾呢個 Airbnb 咧房東取消訂房。原因咧就係亞裔。片中嘅女士咧就哭成淚人，如夢初醒咁樣咧，就話自己原本唔係美國人啊。即係如夢初醒，了解到自己唔係美國人。佢話呢種天真嘅想法咧，我知道好多第二代嘅移民都有，美國土生土長，英文好到飛天，以為自己係白人。但一出嚟社會咧就會夢碎啦。其實咧歧視咧處處都有，就算白人都係有等級嘅，有愛爾蘭嘅白人啦，有意大利嘅白人啦，俄羅斯嘅白人咧，跟住先至到南美混血嘅白人。希望各位海外嘅網友咧自強不息，抹乾眼淚就重新再上路。天道酬勤，努力咧一定有回報嘅。咁話。咁我咧借呢個機會咧講下呢件事件啦。我唔知道觀眾知唔知啦嚇，因為咧最近咧唔知點解就忽然間咧報紙啊，唔係網啊，淨係直情係報紙就上咗報紙嘅。咁呢件事發生喺幾時咧？發生喺2月18號嚇，話説係即係過幾兩個月之前嘅事啦。咁點解無端端忽然間而家先上報紙咧？可能係因為嗰個房東嘅問題啦，我唔知啦，我唔敢講啦嚇，只可以揣測嚇。點解28號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冇上到報紙呢？我答唔到你。咁總之就係咩咧？就有一個咧3歲移民去美國嘅韓裔嘅美國人啦嚇，佢入咗籍噶啦，佢3歲移民去，今年25歲。咁就佢叫Dane Suh D Y N E S U H 嘅嚇 S U H。咁咧睇個名咧就知佢唔係白人啦，嗰啲即係啲唔係啲白人嘅名啦，係亞裔人士啊嚇嗰啲名咁樣嚇咁。話說咧，佢就去呢個 Big Bear Mountain 嗰度啦，即係加利福尼亞州啦嗰啲度假咁樣。咁佢本來咧就喺網上咧訂咗一個地方嚇、去某一個屋企屋主嘅屋企咧就住過夜咁樣啦。咁就佢就臨時咧就同個屋主講，佢話：喂，我可唔可以4個人嚟加多兩隻狗啊咁樣？咁佢就話50蚊啊，即係50蚊，即係50蚊美金啦，梗係。咁咧呢個屋主咧就回覆佢就話，佢話喺而家呢個咁嘅繁忙嘅初頭咧，居民咧就應承咗佢 OK 嘅，冇問題嘅。咁嗰個女亞裔韓裔女士咧都話冇問題，我會加錢嘅咁樣。點知咧後來咧嗰個屋主咧就話喺呢啲咁嘅繁忙嘅季節啊，你竟然諗住50蚊可以住到4個人啊，2隻狗一晚，咁你真係有啲傻傻地啊，即係傻得好混蠢啊嚇！癲得好混濁啊！所謂 you're insanely high 啊，佢話即係有少少你咪 high 咗啊嚇。同埋咧，佢就話 one word says it all. Asian want something for nothing， 即係話佢話一個字咧就講曬啦。亞洲人想要一樣嘢，但係又唔想付出嚇，咁就係咁樣嘅。OK， 嗱我就唔想喺呢度揣測咧到底裏邊係咩一回事啦。咁我估計咧，其實就係咩咧？其實就係、是。叫做講數唔穩啦、其實就係講錢，即係講唔掂啊個數係咪先？即係可能佢應承咗係一個數，咁點知咧臨時呢個韓裔嘅女士咧
就話想繞家人，又話加兩隻狗，咁咁嗰個房東又梗係覺得喂有冇搞錯啊？你仲咁我地方咁細嚇，或者諸如此類啦，咁你加咁少嘅錢嚇，咁啊條氣唔順，咁於是就 cancel 佢，咁加上覺得佢係有少少即係嚇，俾佢即係冒犯咁樣啦。咁嗱呢個韓裔嘅女士咧就話係一個racist， 即係話嗰個屋主咧係種族歧視啦嚇。咁我咧就其實好簡單嘅啫，係咪種族歧視咧？首先咧，你好簡單諗一下，我就未去 book 過呢個 Airbnb 嘅，但係據我所知咧嚇，就你如果要 book 咧，你係要將你嘅相 upload 上去，即係俾個屋主睇過嘅。咁個屋主好明顯睇過呢個韓裔女士個相，係咪？知道佢個樣咧係亞裔人士，咁佢都認為 OK 係嘛？咁佢先應承咗佢噶。嗱，如果佢係一個本身係一個種族歧視嘅人。佢一見到你亞裔嘅人士，佢就可以話：，誒冇啊，我俾人 book 咗啦，啊咁冇咗件事啦，係咪？所以呢個亞裔女士嘅所謂呢個叫做種族歧視嘅呢個指控咧，我認為係唔存在嘅。OK， 我亦都呼籲咧大家，尤其是咧喺而家啦嚇喺外國住緊嘅華人啦，或者嚟緊將會移民嘅華人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唔好立亂咧用呢個種族歧視打呢個種族歧視嘅牌啊，所謂係嘛？因為呢個牌咧打咧就好容易嘅，但係咧其實後遺症好多。好啦，咁我咧就冇講咁多，聽咗呢位 Alan Pack 想點嘅呢首歌先。嗱，呢首咧就係1984年林子祥作曲，鄭國光填詞，林子祥主唱嘅。誰能明白我？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志伤，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渡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乖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1984年，林子祥，誰能明白我啊？有時咧做人咧唔一定要人哋明白嘅，你成熟咗你就知道，我做好自己，莊敬自強，係咪？唔需要理人哋點睇，我之前都講過噶啦嚇，人哋要歧視你咧，佢係一個冇修養嘅人，佢要歧視你，你都冇辦法嘅。咁你只係行開，唔好理佢。OK， 因為點解咧？嗱，最近咧有幾單嘢啦，早排咧三月尾嘅時候咧就喺法國啦嚇，咁啊有個大陸人啦，應該係如果冇估錯，就喺嗰度咧即係嘈啦，同啲鄰居嘈，咁啊俾法國警方咧就射低咗嘅嚇，拿住把鉸剪，咁佢又可能唔識講法文啦嚇。咁跟住咧冇幾耐咧喺上海咧就有個法國人咧就俾個大陸人咧就整親啊，即係吉到啦嚇，即係吉到咁樣。咁呢件事咧好明顯共產黨咧中國政府咧就特登咧低調處理嘅嚇。咁我哋唔知係咪復仇啦，唔知係因為佢平時咧就整嗰啲民族大義啊，即係講嗰啲成日講，你知啦嚇，共產黨咧呢啲係一種作法自綁啊，係咪先？你越講得多咧，到其時嘅時候咧，這個民族大義呢個嘢咧，就係一個變咗一個叫火燒身嘅一個工具嚟嘅，即係等於我成日講，你成日講自己係一個受害人咧，講下咧，你真係一個受害人嚟嘅。OK， 咁啊，早幾日咧又有一單嘢啦嚇，就話喺呢個芝加哥咧，喺呢個聯合航空上面咧，又係啦，有個。因為咧佢就 overbook 咗，咁嗰班機咧就因為太多人，咁於是乎咧佢就本來咧就希望有啲人咧可以即係落機褪翻啲位出嚟啦，點知係冇，咁於是咧佢就隨機抽樣，抽咗四個人出嚟，咁抽咗四個咧有兩位咧就落咗機啦，咁但係一對夫婦咧就係亞裔人嘅，咁啊嗰位先生咧就69歲嘅亞裔人，咁佢問咧佢自己就話自己係醫生嚟嘅。咁就唔肯落機啦，咁唔肯落機啊，梗係擾攘啦，擾攘啊，梗係即係有即係搞出個事情，於是咧就要麻煩啲差佬嚇，即係所謂上去啦，咁於是咧就整到佢流血啦，咁於是乎佢掙扎之間就流血啦，咁啊搞出咗呢個咁嘅問題出嚟啦。逢親喺外國喺美國又好，歐洲又好啦嚇，所謂英美澳紐呢啲華白人世界嘅社會，如果我哋作為一個華人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咧，首先唔好樣樣都話係歧視先。首先你要將件事排除咗嗰個即係膚色嘅色彩先。嗱，譬如好似我哋剛才睇嗰個亞裔人士嚇、韓裔人士嗰件事，如果大家都係白人或者大家都亞洲人，你唔會牽扯到咗話咩種族歧視嘅嘢，係咪？其實一個講唔掂數，係咪？可能係嗰個資即係嗰個金錢交易，大家講唔掂，咁嗰個白人一氣之下就屌。費事啦，你唔好你揾個過住啦，你去第度啦，你50蚊嚇，你揾個第二個地方啦，我唔招接你啊。又或者係呢、這個聯合航空嗰個男人都係，如果我係佢嚇，我係佢啊嚇，佢就話自己係醫生啦嚇。咁如果你係醫生，咁你應該都讀過下書噶啦，受過下啲教育嘅人。咁你睇到？明明係嗰班機係滿咗嗱，我唔係幫聯合航空 ，OK？ 可能聯合航空咧喺呢個所謂顧客服務上面咧係有問題，譬如 overbook 佢有佢嘅唔對嘅地方，係咪？咁但係喺呢個處理呢個問題上面，佢話喂，佢已經叫咗成班機嘅人，喂有冇人可唔可以自願嚇、啊？我賠翻啲錢俾你，又可以俾個免費嘅酒店你住一晚或者咩？你可唔可以落機？冇人落機 ，OK？ 咁佢於是乎咧就係、是。在那個電腦度隨機抽了四個人出嚟，咁除咗抽樣四個人出嚟，咁好唔好彩啦？抽到你，或者唔好話四個啊，就算係兩個，抽到我同埋我嘅另一個朋友咁講咧，咁你應該做嘅事就係話，佢就話啊，我約咗人聽日要啊要診症，咁我一定要趕翻去。咁其實你可以喺嗰個飛機度自己企出嚟，係咪？同嗰啲人解釋，跟住叫大家喂，你哋可唔可以幫下手啊？我真係唔得喎，我真係需要趕翻去喎，可唔可以幫忙？如果都係冇啦，你作為一個合理嘅，即係一個正常嘅一個係嘛？你最多係要求佢賠償或者咩係咪？咁好明顯咧，我相信呢位人士咧一定係唔止咁簡單，所以先至要勞動到一啲叫警察上去嚇那個飛機上邊。咁造成呢啲咁嘅不必要嘅一啲叫糾紛啦，係咪？真係去到萬不得已，咁你都冇辦法㗎啦。的而且確係 overbook， 咁你咪係嘛？即係喺嗰個社交網絡啊，或者咩？咁你去將件事講出嚟，或者去投訴咯，係咪？咁但係就唔需要搞出一個都係 make a scene， 係咪？
聯合航空有他做得不對的地方，但我相信這位醫生呢肯定都不是全對的、我相信他是一定有些事、令到人哋覺得喂，點解要用武力去要咩咧？之前嗰兩位人士冇事喎，點解人哋又可以？點解係你啊？即係你一定唔得咧？咁樣係咪？即係個個都唔想落機噶啦，係咪？咁抽到你咁，你喂大佬呢、這個咪民主精神，願賭服輸嘅民主精神咯，係咪？咁但係人哋鬼佬可能就願賭服輸，你就唔你係亞裔人士，咁你就話又有歧視色彩，係咪？整到你啦！如果整到嗰個係白人，件事咧就純粹係一個即係。顧客服務的問題嘅啫，係咪？因為佢嘅皮膚係黃色，咁你就話啊，佢係種族歧視啦。咁呢個我覺得就唔合理嘅嚇，唔咩嘅。因為點解咧？我一生咧都經歷過呢啲嘢嚇，我咧好，我很醜，但我很温柔。但我同啲女講，啲女係都係唔理我嘅。OK， 咁所以咧我好明白嘅嚇，呢、這個歧視呢個問題咧，我係嘥咗好多時間喺呢個人生，嘥咗好多時間喺上面，所以。各位觀眾嚇、記住我講，小心唔好用呢、這個亂用呢個歧視呢樣嘢啊！咁啊，講起呢啲女嘅嘢咧，就跟住來呢首歌咧，又係一位觀眾想點嘅。佢話咧，林培雄先生啊，林生咧就想點俾佢嘅舊情人聽嘅。哇，精彩啦！呢首歌咧，作詞嘅咧向雪懷，作曲嘅黎小田，編曲嘅都係黎小田。1986年，張國榮唱嘅《痴心的我》。街灯里你一个缓步，夜半街头，你的影子如在低声地说，无比的伤心，漆黑中如像孤单的我，曾经关心我你一个。曾问你因何，眼中闪出情泪紧拥抱，明白你深爱着我。曾经痴心的我，何以始终？跟你分开，曾经留下快乐给我，盲目爱，盲目爱，爱着你心。明天街灯里中经过，回望夜半街头。你否当天睡在痴痴等你，长夜问你可有想着我。你
啊，痴心的我啊，希望啊林生的舊情人聽到啦嚇，無論佢係喺哪裡都好，天涯海角都好。咁啊，冇錯啦。咁啊，講起呢個歧視咧，我之前都講過啦嚇。因為咧，我哋作為香港人咧，我哋會知道近年咧，尤其是係嚇，因為強國人咧，佢嗰、那個越嚟越喺唔同嘅地方移民啦，西方啊，所謂文明世界。咁咧，佢哋會帶嚟好多一啲叫負面嘅一啲嘅形象嚇。如果你是一些早期的移民或者你是香港移民，我勸大家一定要自己潔身自愛，不要跟那些人一起，還有在公眾場所要自己檢點自己的行為。我曾經都在美洲、在歐洲住過，我自己當年雖然那時候都未有強國人的時候，未有強國人的時代，所謂崛起的時代，我自己在外國的時候，無論是旅行也好，住的長住也好，我都是很檢點的，特別檢點自己 的人，不是虛偽，只不過就是說，因為你其實是代表著你自己的樣子，你是代表著你那個民族的，無論你自己自不自覺，或者你自己覺得不關事的，我人家覺得我是可能人家看到我覺得我是韓國人，樣以為我是韓國人而已，不是覺得，或者覺得我是日本人而已，不是覺得我是中國人或者香港人都不行，不要緊的，他總之歸入 亞裔，是不是甚至無謂現在他可能就將你歸入強國類我不理你，總之你那些人行為一衰一點的就是強國人的，那呢就會很大鑊的了。接下來你看到呢那個整個西方的陣營呢就會來的了，那要大家要小心嚇，唔好喐啲就我成日都講啦，你寄人籬下咧，記住要即係所謂入廟拜神，係咪？出入境問禁，入廟拜神，即係要去跟住人哋嗰、那個嗰、那個風俗去行事，就唔好自己自以為是嚇，以為自己好叻啊！無論你英文幾叻都好，無論你有幾有錢都好咧，就唔好打橫行嚇。要知道你要寄人，其實你幾叻都係寄人籬下啫。OK 嚇。就不要想著說我去到美國呢我就當家作主了，這樣不是這件事、啊、所以呢要自己即醒目、啊、即懂得知訂，所謂知訂、啊、如果不是呢就很容易呢就蝦嘢的、啊啊、好了，跟住下來呢我又播首歌，這首歌呢其實就是、因為呢、接下來就是這個、復活節，也都是猶太教所謂逾越節啦，咁我咧就播呢首歌俾大家聽。呢首歌咧其實係一個動畫嘅一個歌嚟嘅。嗱，好多人都唔知啦，或者好多成年人都好少啦睇動畫啦。咁我就成日睇動畫嘅。有一個事實咧就係咩咧？其實好多動畫嘅歌咧，其實仲用心機作過一啲可能正常嘅電影嘅歌嘅。咁呢首係其中一首啦，好出色嘅，我覺得作得好出色嘅歌。他講咩嘅咧？就係、是、The Prince of Egypt 啊，嚇，即係埃及王子嘅故事，就係講阿摩西點樣帶領嗰啲人嚇、啊、出埃及記啊，所謂帶佢哋出紅海嘅故事，分開紅海嚇、啊、出埃及嘅故事。咁啊，非常之應節嚇。咁啊，喺呢度咧，祝大家咧嚟緊有個愉快嘅復活節嚇。咁 啊，長假期。咁呢首歌咧就係1998年嘅Whitney Houston 同埋 Mariah Carey 唱嘅。你們可以留心一下歌詞和留意一下他們的唱功，我考一下你看看誰的唱功稍勝一籌。這首就是他們一起主唱的 When You Believe， 我之前說過的，當你相信的時候，信、望、愛，人生三個很重要的東西。Yeah.
Feel